而趁着台风来袭之前呢，新竹尖石乡的水田部落族人在今天一早呢就前往了水源头，访视部落捡一自来水系统状况，并且是赶紧把水管锁好，避免被大水冲走。 好，画面可以看到呢，台风还没到，但雨势已经造成了水源流的流量大增。族人就表示呢，虽然这个修水管的工作风险高，但是为了避免大水结束之后让居民面临无水可用的窘境，是只能赶紧将水管牢固锁定，也希望这一次烟花台风呢不要造成太大的损失。